年初九简易式拜天公流程，每逢农历初九为天公诞辰之日，每家每户都会祭拜天公，祈求一整年平安喜乐。如何简易式的拜天公？一般民间准备的贡品有香烛、天公金、水果、柑、柚子、凤梨、苹果、李子、香蕉等，人取五样，六斋：金针、桂圆、菜心、香菇、绿豆、海带、木耳、豌豆等，人取六样。甘蔗要注意，甘蔗是要有叶子的，茶、酒、发糕等。准备好贡品，就可以在家门口外没有遮蔽的地方设供桌，供桌前左右绑上甘蔗，再摆上贡品。一定要素的，绝对不可以拜荤食。在11点正就可以开始祭拜，点燃香烛，在马路外摆上天公金，越高越好，摆好了就可以烧金纸，有条件的也可以放鞭炮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订阅我们。